上了拜拜拜第一颗糖果，然后青色的香蕉，然后还有记忆迷宫和不曾后悔，你们看得开心吗？开心。对，观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看得开心吗？开心。如果开心的话呢，就把键盘砸了。我觉得今天大家都好热情哦，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。主题呢是说，我们在排练乐曲的时候有什么趣事？趣事，趣事，那就从前面你开始吧。哦，从我开始，我觉得什么趣事啊？我就觉得排练 unit 的时候嘛，大 C 特别卖力，然后呢，大 C 在就是刚才他跳了一首特别狂霸酷炫拽的《不曾后悔》，特别的帅。但是呢，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个小细节，就是大 C 哥的二头肌真的是很棒的，那个肌肉线条真的是很帅，真的是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叫大 C。那孙瑞呢？那小爱呢？我要说的是默默，就是思思他们嘛，然后再玩一个就是沙子的模具，就是那种像小孩子玩的橡皮泥那种。我们排练的时候嘛，然后休息啊，然后思思他们就在那边组织玩那些沙子的模型啊。然后默默就过来了，然后他们就说。你都这么老了还装什么嫩啊，默默真的是他看到我们在玩说啊好开心啊怎么的，然后默默过来说我也要玩，然后摸了摸然后就有一个人说默默你觉得你合适吗，你这个年龄玩这种东西。对，然后默默马上变脸，默默说然后就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去，然后就说马上排练了别玩了。对对，然后我要说是小钱同学，默默也是挺有接触，是那种小孩子的心的，就大家都不要说他老了，对，你们不要再说。就是我们这场公演嘛，它前面是特别欢快的歌曲，后面呢就会是一种特别那种吵摇滚，对吧？对，是那种特别那种感觉的。然后就有一段 solo， 然后这段 solo 呢，当时嘛，我们那个视频里的那个小钱同学对应的那个人呢，他很疯狂，然后小钱呢，他就会很疯狂，然后疯狂到了一定那种控制不住的疯狂。所以呢，然后瑞哥就建议我说，我跳这首歌的时候，这首歌是在 uncle 之后的嘛，说在 uncle 的时候喝一杯二锅头再上来。对，然后你就看到时候又过一会儿，我们呢，我和肖英姐我们两个在内侧，我们两个到 solo 的时候就会这样，然后就看小钱一个人特别疯狂，一个人的舞台我做主。对，那一刻我是最闪耀的明星。对，好，你们期待了。都说完用的曲啊，这种衣服吧，我们说衣服哈。我们这套衣服，我们这一套，我们这场公演的衣服其实还是蛮好看的呀，尤其是那一套，我是因为相信你们都现在都在期待，而且应该很开心的是，很多成员都是第一次，应该都是第一次穿，第一次穿这样啊。因为不能剧透，大家就懂啊。是而且我觉得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，那么下面请欣赏下一首歌《森林漫步》。耶。